射球嗰個睇下，你打網球啲 feel 啊？哦，嗰啲即咁佢哋震運咧，可能真係有用咧。咦，呢邊可能有啲用喎，真係。哎呀！佢失波都有嗌口號喎，哎呀咁樣喎。哎呀，我講。佢都有講啊嘛。咩話就係有少少隻手啊？關關冇手到時，咦？有一個補射機會喎呢邊，我再出嚟。5秒啊！好定啊，咁啊，呢邊我落風，咁啊，將比數拉到2-0。冇放棄啦，張。不過落風咧，佢採取一個打手錘嘅戰術啊，個波比較勁啊，所以佢以雙手雙錘就擠咗出界。咁啊冇事底嘅出界又唔會係人哋波係咪先？所以其實最緊要係九龍嘅。咁啊，今場賽事睇到阿昌啊射嘅線路比較中間，所以暫時都未入到波。哇！呢邊差啲過咗半場啦，好彩個反應都夠快攞翻個波，要把握時間啦，昌，時間唔多啦，咪嗌一嗌之下都射埋出界嘅，佢瞄個角射，係佢呢場可能有啲攰，啲錢流咗喺度成日，哇！呢個真係中微角啊，帶埋摩天，佢想搭摩天輪啊，原來個波可能已經上咗摩天輪嗰度啦，好似話收佢錢喎個波。你是不是不是啊真不是啊恭喜你啊我老公你成為我們男子組季軍的季軍賽事的季軍力都多謝參加我們這次賽事的這個組別的冠軍